上好，这里是 FM 99.1兆赫吉林之声为您播报。今天上午古城有小到中雨，午后雨转多云，最低气温3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38摄氏度，天气闷热潮湿，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暑。下面我们播报一下市内主要路段通行情况。中山南路双向车多，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。中山北路双向畅通。目前西宁政府开展了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征集工作，一批传统民间技艺将进入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。老师傅，今天这蔬菜可水灵啊！哎，小天呐，哎，老板，你这菜上都是菇了。陈院长，好啊，有虫子咬过，证明没下药，绿色食品呢。好东西，来拿着，这是钱，快快，老弟，有没有熟屁子？没有了，这东西现在人都不用了，都不编了。老板，回头我去超市给你买个铁的篦子，那个不容易坏。压死生音，站起来就生。老板，下这么大雨，开这么快，谁来呀？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走了，葫芦。谢老师的餐具摆上。哎，好嘞。
难呀。有劳了。一点儿都不巴适。老林啊，等会儿给我端碗汤去。慢去。找人修毛血旺和浩儿鱼包间的空调。林和根师傅在吗？请问哪位是林和根师傅呀？我们是拆迁办的。根据最新规划呀，你们这个地儿也属于拆迁范围，这个通知给您，您到时候啊到拆迁办聊一下补偿的事儿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还有别的家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您到时候记得去啊。咱这真要拆啊。写给于盲求死的下。我都调球不成喽，还弄了个粗椅子空调哦。你先坐吧，这儿就好。站。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？我昨天呢也接到消息，说我们这一片都得拆。小玉，7杯6碗瓜片。该来的，总归会来的。谢谢。我这手艺年轻人看不上，没了就没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可你这碗老汤，那是丢了那就可惜了。所以啊，这几天我得抓紧找房子。干什么？你还要自己干？你看，我不能让这碗汤攥在我手里。那你把那个手艺传下去啊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但是咱这小打小闹的玩意儿，谁愿意算去学呀？那老爷子当年说得好啊，他说呀，就是做这些小吃食的这些厨子，
想要有股的韧劲，你没韧劲，要不了两年，那他就准变了味道，是吧？哎，不好看，我得告诉你，我一定要破釜沉舟打六仗。爹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搞这个？哎，不管什么年代，好的老传承、老东西也不能丢啊，是吧？丢了你也不会答应。破釜沉舟打六仗就是我的标准。你真够倔。你跟你们老爷子又不是亲生的，可就这一点你比那亲生的还像。谁呀？这是上班呢，打什么视频啊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啥是过五关斩六将？你听到什么了？我听你家老头说啊，想要学他的艺得先破五关斩六将。那这些就是五关，这些就是六将。我觉得你上当了。上什么当啊？我听你家老头那意思吧，这五关六将可能没这么简单。不，这就一碗汤，这能有多复杂呀？哎呀，反正你没什么时间了，这边马上拆迁，最多一个月，抓紧吧。哎，王姐，你那个孩子怎么样啊？医院赵大夫给方案了，说要手术，手术费用挺贵的，我有点。本来以为你有了这笔拆迁费可以过得很好，可是哎，这事怎么说呀？哎，不说不说不说，喝水。我想搞这头又舍不得那头，搞那头又舍不得这头，我两头要是就能保下来，那我可就少保险了。你就故意一头吧。老样子吗？赖叔，现在还不着急喝啊。你们老板呢？给李伯送汤去了。好嘞。又是啥宝贝儿啊？好宝贝。天也不让人消停。
宝贝。杨澜。杨澜们，好吃啊，再来。好，走了啊。慢点。回来了，老板。你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。那个刚赖叔来了，然后又放了个宝贝进去。啊，看见。啊。成亲吗？只要是大成亲，咱们就把那个门窗的帘子挂上。好，因为那面是风的。那一成天太阳一晒，风一吹，五大。可咱这块马上就拆了呀，还挂吗？挂，得挂，一天不拆，一天就挂。挂。这样有什么可挂？哎呀！行吧行吧，不如现在的老婆呀，在这儿待着吧，就这么。什么窝？没什么窝，没你什么事。您现在看这个开间呀，接近6米，而且纵深比较长，还带一个这个10米的小屋房，关键呀是有卫生间。这个地方真不错，挺好的。这多少钱一个月？一万五，我估计咱们去谈谈呀，13000能拿下。万一问我看花眼了，太贵了。不是。老板，这个地段15000它正常，咱开门做生意就得讲究个地段，不是？那地段好了才有人流量，有人流量才有钱赚。你那地段不好啊，那就没有人流量，那没有人流量那就没有钱赚啊，你房子再便宜还是赔本啊。真的小夏太贵了。那你说你多少钱算便宜？我就不信你那拆迁费啊，那还能不够交这房租的啊？行，哎呀，辛苦你了，不行，还是我自己找吧。行行，我给你找，对不起。行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房子没了。房子怎么能没了呢？你们全人头了。我给你找个便宜的啊。哎呀，我怕找不着。哎，8000，这个8000行不行？这个还带这个煤火，但我看这儿还不如咱这儿的。我觉得这地方还行。还行啊？成，您觉得行不行？行。你妈她的电话发在我的手机上，我现在。我就去看看。您不用去，手机就能看。这上面看着多漂亮，我得到现场看看。哎，慢慢来嘛。这 VR 都一样难的都。他挑过色儿，变了形的，这也不行。行，那行，您去。哎。哼，我去去就回来。啊，您慢点啊。哎。这房子有什么可摸的？能摸出来个金子呀？哎呀，这墙皮都掉了，有些地方都裂了，那个管道啊都有点渗水。老师傅，你在这儿都看了快1小时了，墙上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几把腻子的事，这你也听。我一来啊，我就得看账，我不可能再去装修了。那您说吧，您最低能出多少钱来租？我们别耗着了，几点了都？7500。那行，7500就7500，不能再低了。哎，但是房租得1/2付3。行，好吧。行。那我准备好了。
钱没问题，钱没问题。哎呀，谢谢你，小医生。嗯，好。哎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这样行不行？有钱我愿意负担。哎，你这耍我是吧？老邱，刚才下雨没带伞呀？哎呀，几个大老板啊，请我去大酒店吃饭，车接车送，所以没带伞了。那，你喝不了我这汤了吧？大酒店的饭，吃不饱，吃不饱，就是应酬。你看我这儿不赶回来喝你这碗汤吗？嗯，小倩，干嘛呢？老板，邱主任，啊，邱哦，邱叔来了。哎，邱叔，您坐，邱叔。这竹篱，这竹篦子该换了啊！好，老板，我来。老林啊，这小伙子不错啊，眼睛真好使。你收这徒弟，好。还没正事呢。哎，我说，你去忙你的，不用管我啊。我还真有点小事儿想跟你说说。哎呀，什么事儿？你痛痛快快的说啊。邱德高什么人？只要能帮的绝对帮。这金陵城啊，还没有我办不成的。你神通广大呀。哎呀，别吞吞吐吐的了，就说吧啊。这事原本我也不想说，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要拆迁，它来的那么突然，那么快，所以我就想把你在这儿和他的钱结了。就这点小事儿，是吧？哎，多少钱？你说，我现在就给你。算了一下，1300，加上这个，1360。怎么会那么多？绝对没错。你看，自从你大前年退休以后，开始赊账，每天喝一回，我记一回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绝对没错，结了2回。
这第一次结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先拿着。今天啊，下雨，我出来没多带，啊，就这两天，我都给你。我邱德高什么人，啊，绝对不会卖你的账，啊。你这外边一下雨啊，这屋里就跟蒸笼。哎呦，你这屋里真得装个空调啊！啊，您这屋里比我那坏了空调的破车还热呀！我专门准备了一个电风扇。我看见了，喝点汤。哎，哎，老李，我今天得了件宝贝，你过来看看。小林，你瞧瞧，好宝贝。哎呦，我说老赖呀，你可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！那是，真是的，我的天哪！你看看，哎呀，要是我是你啊，我肯定是先把拿钱把那个汽车空调修好。老林呐，事情啊是要分次的呀，这是主，那是次。等我有了闲钱，我再修它。嗯，还挺新的。嗯，是是是是。哎呀，我听说咱们这儿要拆迁。嗯，通知来了。哦，现在通知了。但是我觉得，这房子有些旧，啊，地段也不好，补偿不了多少钱呀。没，国家对咱们不好的。嗯。哎呀，狮子大张口，咱也干不了这事儿，不是？该多少算多少吧。哎呀，老林，你的觉悟真高。不过老林呐，有一点咱说好了啊。我这些宝贝可就都指望你了，你这里一拆迁，可得给我找个好地方。哎，肯定的嘛，退一万步，万一没有你的地方了，这儿的租金我一分钱不会少退给你。钱都是小事情，做事要抓主次，重点。那现在的重点是喝汤。亚楠姐，浩宇那间的空调还不行，刚一桌客人都发火了。老赖没找人来修啊？来了。老板他把人叫来就走了，人家修空调的也不清心，估计是没修好。这老赖太不靠谱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没暴露我行踪吧？没有，我跟他们说你去采购了。行，没事，你不用管了，我给维修部打电话。好。老赖同志，凡事您能不能用点心啊？来点儿。我一个老头子，下着大雨在那修空调，你还说我不用心？你修好了吗？这客人都热走了，我也得找人重新修。哎，赖亚楠，这半年本来是应该你管店呀，啊，本来就是你的事情啊，
你怎么推到我一个人身上？嘿，这谁的店呀？我们家的店，你也有份呢。行，等你管店的时候，你也别指望我帮你。不听。哎，闺女怎么了？这半年啊，归他管这个火锅店，他本来就是他的事情啊。闺女分那么清楚？哎，必须得分清楚哎。他妈走的时候说好了的呀，是我们俩守住这个火锅店，我们俩哎，可不是我一个人呐。嗯，她是你姑娘吗？她是你姑娘，你就忍心让她受累啊？30岁了呀，可不是小姑娘嘞，整天在外边不知道忙些什么呀。我必须得找一件事情把她给拴住呗。你太逗了你！人家孩子有人家孩子的这个想法。快忙！微信还是支付宝啊？现金。嗯。哟，零钱不够了，差你2块吧？嗯。我有零的，我能找。小本生意。那您找吧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啊。行，你走了啊。慢走啊。你说别在这儿。哎呀，老林呐，嗯，装个微信吧，2块钱的事情。不好看的。没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个现金拿在手里头，我心里踏实。理解。哎呀，我也该走了。嗯。房子的事情要抓紧，啊，要抓紧。这东西目标太大，嗯，万一要是让我那死丫头去发现了，给我一砸，我得哭半年呢，我。你看，我换个鼓去。喂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赖大爷，赖大爷，别难为我们了。有些个人呢，自命清高，还大学教授，霸道至极呀。赖大爷，您小点声。我天生声音就这么高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王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因为一两个人影响我们一群人呢。对，你以后还要不要开展工作呀？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快点。小王，行，给我闺女打电话。有你的，你跟楼上那位也一丘之貉耶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快走。行了，大家回去休息吧，都散了吧，散了。你别说，这叫做一物降一物。这老赖平时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这女儿。你干什么嘛？你干什么呀？还扔坏了，你还有心呢？你等着吧，早晚把你那老家家给你抄。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怎么了？我这么话怎么了？你说你都一60多岁的人了，兴奋的都没边儿了。
你整天跟那十几岁小孩你在一块儿斗蚯蚓迎冰棒呢，是你吧？哎，你整天跟那个小青年半夜城墙上嘶吼，是你吧？是的。哦，你领一群老阿姨天天广场上跳那小苹果，也是你吧？非常美好。哦，你这样你说你像什么呀？我们老年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爱好了吗？啊，我总得找点事情做吧，你要憋死我吗？我没反对你过老年人生活呀，但你能不能干点靠谱的事儿啊？你整天跳那小苹果好看吗？那简直那就是丑态百出，对吧？那糟蹋艺术嘛。哦，我们老年人跳广场舞就是糟蹋艺术，你每天在人家身上画那些妖魔鬼怪不是糟蹋艺术吗？你要做一个画家呀。嗯，这样啊，明天老赵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，据说条件特别好，你要。我不去啊，别跟我说这些事儿，你赶紧给人回来。好，你不去哈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办法。你别想离家出走啊。你提醒了我，谢谢你。哼，哎呀，非常美好。我又回忆起我那几次离家出走的情境，好自由哎，好快活呀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去还不行啊？那就赶紧弄一下你的发饰。看到你，我以为进了周口店，你要完成从远到人的气质，好不好？每天一回到家里，我以为我还是在山顶洞呢，过着野人的生活。干啥呢？鬼鬼祟祟的。嗯。就是忘了吃药喽。你说这就是啥球子病哦？哎呀，整天扫的人多脏脏嘞。谢老师，我们是小区的，今天来啊，想请您到大讲堂啊，给我们老年人上上课。哦，对对对，早就听说您知识渊博了，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您来给我们上上课，充充电啊。是的，不能这么说。谢老师，我们小区啊，现在这个风气真的很不好，你听那个高音喇叭，天天都在放着，哎呀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我们年纪大了，也真的受不了了。对，不过你要是到这儿啊，给我们讲课，他们那帮这人啊，整些，对，对吧？肯定的。小王，你这是围魏救赵啊！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不合适。不是不是，您别误会。您看啊，小区里还是有些爱静的住户的，对啊，听了我的介绍，所以今天专门来请您。是啊，谢老师，您帮帮忙吧。谢老师，你就来吧，给我们上上课。让我想想好吗？卷风一前，哎，满山满一下雨上。行了，知道了。我说您就别找了，没比那更便宜的。便宜啊，没好货啊！今天你也长见识了吧？长见识了，哎，今天这房子还不错，不错，您不租下来？嗯，我就不相信啊，这么大的青柳城就找不到一个合适我的房子。哎，进来，啊。怎么了？哎，
相片什么时候照的？这个呀，嗯，我来第二天呀。第二天。拿手机照的。对呀、啊，就这么拿着，啊，然后照的，就这么照的。照的就好，是吧？嗯，这玩意该煮汤了。你怎么能不着急呢？你我现在还在，给你打个下手啊。嗯，给你打下手。你别看了，你煮汤。请问，林和根师傅在吗？哎，您是找哪位？我找林和根师傅。嗯，我就是。您就是啊。嗯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对面金陵大饭店的厨房主管，我姓王。你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饭店呢来了两位台湾贵宾，点名要吃金陵老味道的鸭血粉丝汤，可我们那儿真没人会做这个。听说您老师傅是这儿做这个最好吃的，所以我想，麻烦您做两份，我打包提回去。这两位客人选到我这儿了。是是。哎呀，那从我们这儿打包了到您那儿，这味道可能就差很多呀。您看这样好吗？能否劳您驾，到我们那儿给现做？对，现在我要下班。没事儿，我们出高价呀。咱们去啊，老板，那金陵大饭店特别大的喜面。金陵大饭店，啊。嘿嘿，我们去。哎，好好好。你们那儿有炭火吗？炭火？你们出去吧。老板，你这谱摆的牛啊！还没谱啊？这儿用不上你们了，出去吧。这还不摆谱啊？我跟你说啊。这做饭的呀，是最讲究功夫的。哦，这个鸭血汤是最适合这个煤炭火的。哦，这是传下来的，进口的那个灶具没法跟它比。咱们把鸭子洗一洗。行，啊，反正您今天呀、啊、让我大开眼界啊，这么大场面一点都不慌乱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咱们这个鸭血汤啊，都能登上这大雅之堂。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小夏啊，进嘴里的东西啊，分不了雅和俗。嗯。做的时候用心做，吃的时候才顺心。就连一块小豆腐做好了，那也是绝美的。嗯。哎。说的对。林师傅啊，今天就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啊。这如果经常有贵宾想喝我们的鸭血汤啊，您就给我下一个聘书，我可以常来。聘书啊，嗯，这个就再说吧。今天是有人要这个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儿恐怕两三年都不会外请一回厨师的。小吃毕竟是小吃嘛，啊，这是您的报酬，拿好了。哎呦，谢谢。
事事如意，400块。那个炉子钱就忘了吧。哦，这炉子也要钱。嗯，不错呀，就100。来的时候不说了吗？行。100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还有事儿，不送你们了哈。再见。这个地方做个香肠，能过来做一做鸭血汤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地方是，嗯，真黑。这老头啊，真是掉钱眼里了，我发现。不过我跟你说呀、啊，那今天是真牛掰啊！那么豪华的饭店，专车接送我们，专车，所有高帽子厨师都围着我们转。哎呦，小玉，我准没看错，老头的老味道绝对能赚钱。嗯，还是你说的对，干这肯定比猪肉吧赚钱。哎，那他要不教你怎么办呀？要不然你再换一个学呀？那不行，必须在老头这儿学，就他这味道正。嗯，要不然你再跟他提提拜师的事儿。没用，我话里话外跟他说好多次了，跟装没听见似的，根本不搭理我。小时候，我爸第一次带我进城，喝的就是这个鸭血汤，那个味道根本忘不了，就是老头这个味。我爸病重的时候还说，还想喝这个味道的汤，可惜。行了，别想这些了。等你把这手艺学会啊，叔肯定也会为你开心的。小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把这汤给学会了，相信我。谁呀？我，是你。哼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你过来。哎呀，在家里睡不着，找你聊聊。嗯，快来，进来。别总闷在家里头，咱们出去。你这个电瓶车不是闲着吗？嗯，带我去兜兜风啊。去哪儿？远点去。嗯，到紫金山，心灵的夜景我从来没看过，带我去看看，好吧？现在去。马上。这城市已经。高楼林立，老街苍老在暮色里。太美了！那秦淮河畔竹马，真是太美了，这儿太好了。老李啊，春天别吹着你脑袋了。你放心，这些年还从来没有什么风能够把我刮倒的，没有。哎，啊。这一生哎呀，看着你儿子再混不错，你又喜欢做吗？这是小三轮是不是？哎，你这就不知道了。坐在你的车上是一种最大的享受，坐在你的车上有多敞亮啊！这就是玄武湖啊！啊，太美了！你看到你们家了吧？看到了，在那儿呢。嗯，那边呢？你看见了？看见了？还不是吗？为欢有几何？总要到历经沧桑才能懂得。哎呀，笑点美两全，真好看呐！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您的眼睛真好。你还能看见咱们那条老街呀？不是我的眼好，
一个人在心里头有，你就是飞上天也能看得见。你真会开玩笑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考虑了半天，你那两头到底是雇哪头啊？我不能让老爷子传下来这个鸭血汤攥在我手里啊，不传吧我心里还难受。哎，那你说那小夏那个孩子怎么样？小夏，嗯，小夏我觉得这孩子人不错，比我的孩子好多了。你看我那个徒弟这，嗯，哎，你是不是想传了？哎呀，你别跟我说了，说实话，你要是心里头没想，你就不会问我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我说老李也。掀起了每一双手铸就的